就讲伫菜市啊，这个海堤洪水高呢，高底唔那是杂草生甲满满是哦，连这绿光麦嘛堆甲规堆，变作是地方的垃圾的源头。就讲地面代表柯炳宏，就邀请公所的工程科人员到现场会勘，希望会当赶紧解决这个问题。罗岗镇当着你的菜市海堤排水沟，西湾杂草、山土阁真多，严重影响着排水。因为实在是伤过严重，居民惊淹水，为着彻底解决，是找上镇民代表柯炳宏来澄清。哎呀，风台机就淹水，啊，咱水拢排袂出去啊。啊，所以希望安怎讲？希望讲，唔通加草啊、花花尔，就希望跩土爱再走。菜市海堤吼，啊，就是拢有内底拢有杂草，啊，有一寡迄落土啦吼，啊，惊讲雨水期要到了，吼，啊，即摆惊讲若落雨下水下袂哩，吼，惊拢规个东石地区规个拢会淹水，吼，啊，即摆就是要来疏浚，吼，要来解决即个问题。代表就找来镇公所工程科人员前来会勘，表示会向上级禀报，希望伫咧上短时间内清除树木杂草加沙土。好，我会向上呈报去看，赶尽快去参与这个动作，解决这里的那个淹水的问题。就因为位置较偏远，杂草问题较无人来重视，周边居民就希望杂草清掉、沙土疏浚了后，会当让菜市堤防水沟焕然一新，不再是垃圾加荒废的景象。大中华新闻林桂乐港采访报道。